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一路走来我的过去我的点点滴滴，但是我讲的比较简短一些。从96年到现在，我在新加坡待了差不多有18年的时间，而且就这个18年是我最美好的时光，我都在新加坡度过。首先自己非常的荣幸，也非常的高兴。然后这一路走来，我参加了4届奥运会，从2004年的悉尼到2004年的雅典，再到2008年的北京，到现在的伦敦奥运会，这16年的时光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，而且呢，也是我可以说是我最辉煌的时刻吧。在这里，都是本土的球员，也都是新加坡的未来之星。其实，对于乒总也好，对于国家也好，一直以来都很重视我们本土的球员。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无论我在哪里也好，我在电视上看到我们新加坡再次站到世界的领奖台上的时候，有我们在座的本土的球员。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运动员，首先自己要有拼搏的精神，要不要放弃，要相信自己。然后呢，也希望你们真正的努力。我相信你们也看到了这些荣誉也好，你们也很想拿奖牌，或者也想取得优异的成绩，但是呢，背后一定要付出，只有付出才会有回报。